再录一次。什么 day two 啊？你啊？什么 day two？ 不要乱讲话。嗨！我刚看到 identify， 有没有？好，他说他有信心啊。脚好臭，自己脚很臭的。哎，快把自己臭死啊！这么厉害，你脚很臭的。没熊猫吸不带回来，不会了，不会，那不是熊猫的问题，熊猫就是天降而已啊，熊猫并没有倍率啊，你要了解哦。真的是失误，当然是失误啊。把熊猫双剑放了，为什么？我没有熊猫，我没有熊猫。屁太臭，把自己臭死了，太臭屁了，就对。Good job, good job. 哦，拔双剑哦，不好意思，那是你啊，跟我不一样啊，我没在用剑啊，有没有？当一张同样的卡牌用在不同人的身上啊，效果就不同了。fai 不会念 z， 有没有？熊猫用在他身上就有倍率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熊猫没倍率。有没有不同？不同啊，不一样啊。好，所以75%有没有？再转个珠子有没有？就够了，就够了。10倍哈，就够了。绰绰有余啊。绰绰有余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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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关不是问题啊，问题是后面那一关通属拼图盾。跟各位教学哦，还记得的哦，还记得就看一下、哦。哎呀，为什么要撞呢？为什么平民百姓又撞下去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撞下去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刚平民百姓要撞下去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又没有人知道，手残错，
哎，漂亮，巫医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有高手，就是有高手，强化猪啊！我没强化猪，我等下怎么打、啊？我要留猪啊！怎样才能留下强化猪？只要用力用力的撞下去，所有孤单的寂寞。哎，跟各位报告啊，我昨天唱张宇的那一首啊，关于改编的那首歌，哎呀 ，YouTube 寄版权声明给我、啊。他说：“你不用担心啊，那个版权收益有将会您的收益将会与那个共享。看这个歌声多像张宇啊！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起来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对不对？我说实在的，我说真的，到时候我把那部片剪出来哈。真的啊，真的啊，不腐烂不腐烂，真心不腐烂。”珠子不够，转一下。金融白尾，翻身脚海。对啊，他可能以为我是章鱼啦，误会很大、啊，这样对章鱼就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真的啊，他就是给我寄版权声明啊。不过很奇妙的是，不是章鱼的歌吗？为什么是英文的版权声明、啊？我实在有点纳闷呢。You say you want to go.又是哈的，却成空怎么唱啊？算了，没要求。对啊，他为什么觉得那个版权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实在很纳闷。想吐是不是？张宇的传票通知寄给我，不会啦，很多人不知道。我先跟各位报告，在 YouTube 上有一些音乐，它的版权哦，属于作者本身拥有。那有的人可能翻唱，或者是播他的歌，或者影片当中有，但是那个影片的受益者会是版权拥有者，所以不会有版权的问题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有些 YouTube 就深受一些某些霸凌者的侵害。哇，你盗版呢？哇，你盗张宇的歌哎，这样之类的，有些人就这样，不懂装懂，跟各位教学一下，真的，我告诉各位，这是一个尝试啊，对我们 YouTuber 而言，对不对啊？这算是一个尝试，就有人不知道了，哦，他就把这个拿来做文章啊，哦，不知道没关系啊，但是不可以乱讲话、啊，知道吗？好讨厌哦，好讨厌还来看。讨厌，对不对？不然，对不对？他说好讨厌，还来看，好讨厌啊！讨厌，你那个手不要莲花，好不好？不要莲花指，好不好？我这是弹指神功，好不好？啊 ，biu， 有没有？那是成长，是不是？为了歌唱，你们没有没有啊？没有一空转身，没有，他没转，他没转。对啊，我都是这样打他的、啊，这样很实际啊。有没有左边那一排永远都是消失在人间当中，不舒服啊，不舒服还来看，讨厌。百留香是不是？这样真的有点讨厌。可是很奇怪，明明就很讨厌，就是会想看。不知道，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。我一直都觉得很奇妙。哎呀，哎呦 ，OK OK， 有没有看到我这一招是不是非常好用？非常啊，有没有看到非常好用？我左边那排一定都把它消掉 ，Perfect 啊！这一招叫做左边直排破解法。啊，好像没有厉害的名字，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有点中二，有没有？什么左边直排破解法，这功啊？嘿，不然哦，我的强化符纸不见了，求大。
跑到右边去了，老大。啊！我的强化腐蚀啊！我的强化腐蚀啊！这招叫勇往直前冲冲法啊！哎，个龙就丢啊哈！药还没吃哦，哎，好像还没吃药哎。青龙摆尾，因为比较悠闲啊，所以我玩的有点随性，我玩的有点随性。哎，那个没削到。它是随机转的嘛 ？OK 啦，一波带走啊！一波带走啊！哇靠！故意的啦，我算过啦 ，OK 的啦，节目效果而已啦。什么叫做硬啊？什么叫邦啊？什么叫硬邦邦啊？看到没有 ？OK 的啦。啊，紧张啊，手有点紧张，因为过关打地狱通常会有点紧张。Holy shit！哎、欸，算这么刚刚好不容易呢，哎、欸，真的是不太容易。嗯，啊，不能开龙客，没有人规定吧？漏一颗哦，不是漏一滴，是一颗，那是故意漏的。哎、欸，因为漏了一颗就不会漏一滴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。还活着不容易，算过啦，算过啦，看一下伤害，7642，不会死啊。OK 的，哎、欸，他妈错赛，错赛是无要紧，无要紧啊，妈错溜嘞，你知道？吓到漏尿有没有？砰砰砰砰砰砰砰！给我猪，谢谢你给我猪，就是给我一种肯定。谢谢你的猪猪肯定。木瓦萨刚上了只有500万，破不了 R6。没有，我刚随便丢的、啊，所以他并不是那个。我刚是随便丢技能，我根本没有算了、啊。你看他血多少，我这样打多少，两只啊，两只就200万啊，对吧？你要看你的珠子量，珠子量。啊，龙科是什么？那个龙鲤啊。基本上就是碾压过去就对了，不用浪费时间了哈。我个人看起来关卡难关是 R7 啊 ，R7 比较难的。
为什么要开这招？有人知道吗？有没有知道为什么要开这招？算了，本来想要叠珠啊，算了，有点浪费时间。明天有事，没时间那么叠。都要重置啊，所以全部开啊。怎么不带熊猫？因为有人问说没熊猫怎么打，我要示范没熊猫怎么打。刚不是说过了吗？这是发问台啊，所以有问题就可以问了啊。这个呢哈，真搞呢哈！哇，猪猪断光光呢啊！好，够做了别卖哦。哎，不过其他实验昨天已经被观众逼，就像那个什么，把那个汗逼出来的那个逼一样，已经把其他实验逼出来了，所以就不要再来了，好吗？不想给我是吧？啊，不想给是吧？讲清楚嘛，吕布队可以打吗？回血的问题吧，这一关有办法回血。这关有点小问题哦，因为它是越战越强，所以力道要抓到刚刚好。R6 不用开，磨过去就是，开脸很难，除非开龙科。R6 不用开 ，R6 不用开，磨过去。等一下你是说哪一队啊？20变103了，对啊，你看我是不是说了？哦，这样每天一直打不完啊。19000，叠了个猪啊！看好，一叠、二叠、三叠，有没有看到？20000多了。哦耶！我的手机它，我的手指头，还有没有看到凹坑？哎，那蚊子也被我打死哎。痛啊！投5%，为5%，加起来10%，毒龙扣10%。R6 不开怎么吸血？不是啊，R6 不开吸什么血啊？我不太懂。R6 要直接一波带走啊！招都开完后面的，当然你要看我怎么打啊。
对不对？刀都开完了，怎么打，这才是关键。问题是这一关也是个问题啊。25,000，现在打一下25,000了。39,000，有挑战，再赌一波。44,000，有点撑不住了。青龙摆尾，简单来讲，我现在打大概450,000，攻击的计算机就出现了450,000。首先第一只。78啦，我喜欢啦，1678。第二只1877，第三只1356，第四只1468，1541，1877。按照刚刚的倍率，头尾3.5倍乘3.5倍，没有克数，没有克数，外加。这2.5倍怎么来的？哦，毒龙增上2.5倍，30.625倍。来，30.625，总共台面上几颗木珠？耶，哦，3456789101112131415，对吧？24684。3456789101112131415。假设我木珠切两 combo， 总共四 combo 的话，我看可不可以带走它哈？236万，意见没有见哦，不好意思哦。牛魔王没有见哦，木法沙有见，所以龙石和木法沙再加1.1倍哦。37.06056625，285万玫瑰，所以我不能转次 combo，我要转6 combo， 然后这个3 combo 了，哦，按住3 combo， 总共6 combo， 387万，龙石跟 EG 有 1.3倍，是不是 ？OK， 谢谢。没，1.3倍已经进去了吧？类似赛特不是，他血量大概400万呢，狮子当然不能开啊。不要再说开狮子啊，除非你真的不懂哦。如果你真的不懂就算了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这一关不能开狮子，狮子要下一关用哦。
没带木马杀带熊猫最后惨死是没有啊，这肯定过不了啊，387万啊，我已经算过了，3.5×3.5×1.5×1.5×2.5 啊，算少没关系，算多才有问题嘛，就我不想过就算了嘛。他血量930万啊，一半450万啊，我大概打400万啊，不够啊，我现在打387万啊，87万。苏普，我看一下，哇，老大，这难度太高了吧？叠苏普嘞哦，看一下，好了，我看一下，我可以转几趟好了。先不用叠珠的话，我可以转。哦，各位的 combo 数应该拉上去，所以问题不大。我的 combo 数比较有问题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转木珠一组。一组、两组、三组。总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combo， 木珠三组，我可以转7 combo。哎，哎呀，瞧不起我呢啊、哦！我可以转7 combo， 430万一波带走啊！他那个血量大概是啊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嘛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刚刚把剑算进去，哎，我没有三把剑，我没有三把剑哦。等一下，左边那个纸牌有一把木法杀的那一把，哎、欸，问一下，转三颗就有剑还是？转三颗就有剑，还是转四颗啊？我这样刚刚好呢，有点危险呢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有两万房哎、欸！有人讲重点，还有两万房哎、欸！我看一下，我看我有办法叠得出来啦。这有点难度哎、欸，四颗双剑是不是？了解，谢谢。有啊，梦死的升华两把剑啊。应该 OK 啦，各位一波七吧，手动好了，我不要叠珠了，因为我要转生化剑嘛，好吧，一波七帮我刷一下，三组七 combo 哦，430万哦，差不多了，刚刚好，有啊，木法杀算进去 ，OK 啦哈。准备了 ，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斜转，哇，七 combo， 漂亮，欧啦欧啦欧啦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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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
谢谢各位的一波气。刚才那个没转到，就是一波气掉下来的天降。木珠刚扫一坑嘛，对，木珠刚刚扫一坑啊，我刚木要三坑欸，我刚木扫一坑啊，对不对？我用剑啊，我没用叠珠啊。磨一下啊，哎，你冲啊，你冲啊！哎，外星猪。现在木珠会不会太多啊？十七个嘞，可以转了吧？叠一下珠好了，泡沫运气。哎、欸，还好家仔还要独挡哦。来，我来试试看啊！关键当然啊，七之一啊，我讲说七之一啊，我刚不是讲了？一三五六哈，这一只啊哈，三点五乘三点五乘。我看一下，可以用两把剑的、啊，可以用两把剑。30.05625，看一下，假设我用一 combo， 假设了，哎、欸，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这样是三 combo， 总共三 combo 了。我看啊，新珠一 combo 嘛，光珠一 combo 嘛，暗珠一 combo， 所以会有四 combo， 含木珠五 combo。木珠当作是一趟好了，我的1356哈，这边各位往这边看过来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42万乘十倍420万，所以是不够的，不够的，对，是不够的啊，亏一点哈，是不够的哦，啊，是不够的哦，427万，刚刚好不够，它防御多少？640万，各位。确认一下哦，假设我这是两组好了，不够450万还是不够？不用看，龙科脉动一定要开下去，要开龙科了。七哦，你用金丹号，什么是一波七，你就知道了。防御600多万呢、啊，不用看，灌不过去，这肯定灌不过去。3.5×3.5×2.5×1.1×1.1啊，灌不过去，所以一定要开龙科。哦，简单来讲，跟贵宝就是要开龙科脉动，叫他不要动。但我头怎么有点痛啊？你打金丹号一波七，他就又告诉你什么是一波七了。啊，不，不好意思，什么是一波七啊？什么是一波七啊？自己叠一下啊！好家在我有开龙科脉动，
棒棒棒棒棒棒棒，647，647，所以我打了1000多万。嗯，对啊，是64万还是640万？哦，这一关难打的地方哦，就是你要磨，要磨技能，然后又要不消那个，要把那个冰冻腐蚀消到，所以尽量都是消5颗。我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头在痛了，各位。哦耶！哦，这一关我觉得比较麻烦了，不要说多难了。然后不急不慌不害怕，不要太快也别慢哈。哎呀喂，没消到球大，那个结冰了，结冰就很麻烦。对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头在痛哎。对，我头痛哎，有点抽搐的那种感觉。下一关看起来像真王关，其实不是，是这一关，这一关才是比较烦的。啊，其他的攻击力倍率我算给各位看了，你们开机的顺序照我的顺序去开就好了。我会中风啊！我眼睛应该没有一大一小吧？眼镜先拔掉，真假的？他为什么头会痛呢？我有眼睛一大一小的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口水应该没流出来吧？中风了会有那个征兆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只要把技能磨好，到下一关就舒服了，舒服啦。舒服了，各位可以开始了。一波 7， 刷过去，刷到塔尼尼看不到，基本上我现在也看不到你们打什么字，只有除了气以外我看不到了，除了气以外我看不到。一波7刷过去，一波 7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no problem。我看到一波气在刷了，现在是1000多万，是不是？第一波我先让他来一个轻松的，好不好？咱们先来让他给一个轻松的。先暖个身啊！对，就是那一波了。
舒服了，有没有觉得舒服？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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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啦哦啦哦啦 K 哦，舒服。有没有人刷到不能发话的？刷过头有没有？哦，一波七啊，好像跟演技没什么关系耶。哦，慕容兽哈，没有熊猫怎么打？这样知道了，放专属就可以了。专属我觉得比较好啦，比背弓的好，因为你缺珠子啊，感觉像缺珠子。OK 了哈。